鱼皮咸粥满满一碗都是料，鱼皮鱼肚好大一块。这间就是位于台南市中西区的知名咸粥店，去年底一碗鱼皮咸粥180元涨到200块，引发争议。但是来朝圣的人还是很多，不过最近又有民众爆出他们没开发票。鱼头最好了吗？40块一天。民众拍下当时影片，业者收了钱之后直接放进收银机里，但是没有开发票，让投诉民众质疑他们逃漏税。然后我就跟他说啊，没有发票嘛，然后他才很心虚的说哦，无啊，然后才又补档，因为我讲很大声，所以我旁边的人他就依序都开发票给他。投诉的民众说，当时他点了230元的咸粥，是他提问之后老板才补开。对于民众指控逃漏税，业者回应澄清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大概12点半，在我12点半是我们是休息时间，那时候发票机他已经在做日结的动作了，然后又漏就是漏了开，就是漏了开而已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虽然业者说只是漏开，但是国税局表示关账不是理由，如果民众检举稽查后属实有逃漏税的情况，将会依法开罚最高100万元。华视新闻刘汉生、徐金一、蔡孟俊台南报道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